个小女孩不小心闯进了魔幻森林一样的感觉。心凌，这个妆感以前有尝试过吗？其实很多造型我们都做过，可是这种比较魔幻的没有这样玩过。然后这边重的颜色在头发上也是第一次，所以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又有就是很大的钥匙啊，跟这个很可爱的大娃娃。其实唱歌对我来讲很容易，我刚才要上台之前，我还跟我姐姐说会紧张怎么办？然后说深呼吸，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像是 model 走秀一样的感觉，是一个蛮特别的节目。这次新的专辑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先让大家知道一下曲风啊，或者是造型上面。我好想讲哦，我可以讲吗？一点点，就是其实会比较会抒情歌曲比较多。以往大家看到我就是比较活泼，然后欢乐的气氛。那这张专辑会抒情歌比较多，这次会成熟一点点的感觉，对不对？好，11月心凌就会有新作品，请大家拭目以待。做过的造型很多，然后第一次做这么童趣的造型，然后爱丽丝又是小时候一定要看的那个卡通嘛，然后就是有一种很魔幻的感觉，然后在脸上做一些小兔，但是因为今天就比较可惜，还是必须要让大家看得出是我啦，所以就没有在脸上喷太多东西，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亮片在睫毛上，比较夸张的睫毛啊，然后跟这个整体的造型这样子。新专辑不是会有别种样子，然后但是这次新的专辑可能会以抒情歌放的比较多，因为以前大家想到我就是唱唱跳跳，然后非常的欢乐这样，所以这张专辑会比较多的重点放在抒情歌上，然后希望大家看到一点比较长大的成熟的样子的感觉。这一阵子就是因为唱片的前置其实要花一点时间，小小休息了一下，然后就是跟家人相处啊，然后保养身体这样。因为我每一次只要工作一忙碌，就会生一场大病，所以为了下半年就是年底，然后跟明年的工作，所以有好好养一下身体。胡湛南其实在现场他是我的经纪人，他是从小看我长大的。不好意思哈，泄露你的那个，他是从小看我长大，从我第一张专辑我们一直工作到现在的老战友了，他是我的经纪人，所以我只能说谢谢大家关心我的感情动向，然后就是物质我的经纪人为胡渣男，但是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好好澄清一下。不然这样子可能就是想要就是追我的朋友们就会为之却步，并没有，他是我的经纪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真的是随缘，但是我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已经把重心放好，就是放在我的工作上了，其他的东西真的是随缘。每次都是，虽然我觉得随缘哦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哎呦随缘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可是越大越觉得随缘这两个字就是你对这两个字会越有感觉啦，所以强求不得这样，然后重心就是在工作线，其他顺其自然。我深深感觉到，我妈妈那时候跟我讲说，这个时候的女生最漂亮是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想法上也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心智成熟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可是我们的容貌可能也还是年轻的。所以妈妈就是会讲说，这个时候应该要好好把握。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好好把握，然后尽情享受，这个阶段的我。谢谢大家，满意现阶段。